好了，好，我是 AJ， 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这个 PCG 最新一代。哎、啊，你有想要换的盘吗、啊？这一次没有，没有，其实你就纯开，纯开。感谢 Grow Life 赞助播出，那还可以卖，然后赚。Grow Life 最近呢，他们没有在道馆赛跟那个，所以可以不用去了。对，但还是可以去买卡，他们卡还是有，还是。如果你要玩魔风啊，或者是玩其他的桌游，桌游啊都可以去。那个 Grow Life 他们在东门站那边七号出口吧。哦，好，他那个拌面很好吃，拌面很好吃，吃拌面。每一次我们去，我们都会点一碗，来一碗拌面。有一个人点拌面，就会大家都会点。然后请各位观众们多点一下 bagel， 我想要吃的，再叫他把那个 cheese bagel 口味上线，回归 cheese bagel。OK， 感谢靠过来，感谢靠过来赞助。全都这一次想要比较，就是。没有要换牌组，但是比较想要抽人物的啊。因为全图人物，这一次三个全图人物都好看，彩豆、露里娜跟丹蒂。你是不是想干人家？你说丹蒂吗？好，丹蒂是没有想干的。我们来开开开开开开。我猜配率应该是一样的，应该。我希望有 S R 的彩豆或露里娜。我觉得应该是没有。哎 ，S 没啦。直接跳出，这张是超小。伊欧路普哦，这是新的那个草系的。他在战斗场时每回合用一次，可以在对手所有放一个伤害指数。龙王蝎 V， 然后他是二系，然后四颗能量打130，然后可以拔两颗能量让对手宝可梦中毒麻痹。可以偷偷来开一包吗？可以可以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开那个回忆胶囊道具。他都附有这张卡的宝可梦，可使用进化前持有的所有招式。哦，有点酷哎、欸，有点酷哎、欸，进化前持有的。因为有一些宝可梦，它进化前的招式其实也蛮好用的。有一些还对，有一些还不错。你们要分享这次改卡事件吗？啊，你说换掉没有？但效果卡改掉了。他算直接出一张新的牌啊。算是啊，对啊，但因为他本来就要禁掉那一张啊，对，因为日本就是禁掉了分牌啊，因为他们的理由是觉得这样很不宝可梦，分牌这样不宝可梦，学徒听到了没？你不够宝可梦好吗？所以他们决定把分牌禁掉。哎，可分牌，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理解他们的思维啦，因为他们其实本来就要说他们要做的不竞技也不是不竞技啊，但是。就是、他们想要就是以他们这种合家，对，就是以全年龄的这种层面来说，要符合他们的游戏的感觉的话，喷牌确实没那么符合他的感觉。就是如果你现在在玩你的 Switch 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你的对手把你的宝可梦一直弹出去，然后没有对战，力道跟哈奇库想要冲过去殴打你哦，然后把你弹走，为什么可以弹走？这样好像有点不宝可梦。对啊，小朋友可能会玩得不开心的、啊。虽然我觉得。大部分的卡牌游戏一定会有这种控制型的牌，但可能喷牌对他们来说觉得不是他们想要的感觉，很难过哎、欸，有人直接死掉，我看到，好可怜、啊，好可怜，刚煮好，然后葱油兵，哎，这张不错，这张是他是斗系的那个什么，斗系的席罗兰人呐、啊，哦，会到战斗场上把斗能吸上来，吸上来的、啊，然后他三颗，两斗一五打200，然后手酸。这一次的强力的人物彩豆，他是翻五张牌，把能量卡全部贴到斗气宝可梦备战的斗气宝可梦身上。而且重点是他是可以贴特能的，因为他是能量都可以贴。哦，他是讲能量。所以你今天翻到特豆啊什么，还是可以贴上去。等下就全图彩豆，然后这里抽到那个钢能量，特殊钢能量。这个钢系会很强呢。这版钢系会变猛，因为这个。钢能我觉得算蛮重要的，因为只要填它，所有弱点全部消除，弱点消除真的蛮不错的，三等超强就可以换。反正你没玩嘛，那这张可以给我。不可以。No。哎，你魔风是不是拿蛮多牌啊？拿去。那我是不是可以抵一些魔风的钱？可以。你会是这次有点有趣哎、欸，在场上特能无效。特能无效。对啊，你的特能就等于一颗普通能量。地就在旁边。丹地诺喷火龙。真的是在地的喷火龙，他算是有趣的小人牌吧这一单，他的伤害可以拉到很高，他是一次可以把牌库上三张翻开来，然后选一张入手，然后其他丢掉，然后他的第一招是两颗火就可以打100，然后加上你弃牌堆的单体的数量乘50，单体的数，所以最多四张，对啊，两百可以打300，加100，而且如果你最后是打掉最后一张单体的话，你可以打300，好像也
有点屌，好像有点痛。突然觉得好像有点屌，就直线伤害啊。对啊。哎呦，胡地 V 胡地，胡地能干嘛？胡地可以干嘛？第一招，一超将三个伤害指数以任意方式放置于对手宝可梦身上。第二招，两超对对手的手牌张数乘以三十的伤害。哦，好嘞。我打七张，我要打两百，好像还好。如果对，如果是索罗亚克那时候的话，就可以秒杀他全场的怪兽了。哦，对手是索亚克的话，七抽七抽，然后坐在再拿一叠牌啊！还有那个人挖路的概念，在你他妈在抽啊干！哎呦，又是 V 牌，达摩狒狒，达摩狒狒也是这一代这一代蛮强的牌。他主要他 V Max 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抽到。现在是一水一无，只一个硬币落在正面，则对手的宝可梦麻痹。然后第二招是两水一五，这次宝可梦受到三十点伤害，打190。应该你说是他的 V Max，、啊、他 V Max 是打200，全场打30。哦，哇，这个露琳娜香爆，这次的人物香爆。好了，让我达摩狒狒 V Max。哦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你可以介绍一下。四颗水，然后打200，全场打30，非常简单，就这样。达摩狒狒 V S R。哦 ，S R 的。哎，尖盾剑怪，尖盾剑怪，这个也是这一次刚系要绑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它主要是它两钢一无打130，然后不计那个战斗宝可梦的效果，负能纯打130，所以它就是可以解那个什么速消，还有解那个毒蓝熊，霸王花不能解，霸王花是你不能打，它要进化，它可以进化，所以它进化可以顺便解霸王花。怎么没有全图呢？那应该是在我那一盒吧？没有，并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烂，真的烂。干他、啊、我的全图人物嘞，在我那边啊。干那里？不会，并没有。他就要开我的了。详细情况请看黑鱼频道。详细情况请看我频道。不用，也不用看，一定没有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开到这边，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去 Go Live 靠过来。去玩桌游没有错，也可以去那边玩魔风、祖国风都可以买到。好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